取名，你就是柳家一条狗。进柳家三年，你做过什么贡献啊？现在让你洗个衣服，你都不乐意。我看你啊，不仅是眼瞎，你更是给脸不要脸。行，你走是吧？你走了你就别回来，有种你就死外边。一直学的药王回春术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了，等到眼睛治好了，看谁还敢欺负我。是谁居然搞偷袭？我去，我能看见了。三年了，这些年受到的委屈终于可以解放了。我去，许明，你们这对狗男女，这就是我老婆吗？这也太漂亮了吧，以后要是有了夫妻之实，嘿嘿。你个死瞎子，你瞅啥？你以为你真的看得见呀？思妍对你这么好，你竟然背着她偷人。思妍，赶紧跟她离了吧。你知道的，我是爱你的，你只要跟她离了，我立马跟你结婚。我有分寸。你这个死瞎子，看我不打死你。够了，许明，跟我走。思妍，都这样了，你还能忍气吞声吗？你一口一个瞎子，究竟是你瞎还是我瞎？你看看我穿的是什么？我是要证据。死瞎子，要不是赵尚喊我死瞎子，还想当老娘的床。喂，什么？好，马上到。没骗我，世上真有这东西存在。他这个方法根本不行。你个死瞎子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乔治不行，你能行啊？我当然能行。他要是可以的话，我爸还会躺在这儿。听说啊，你医术高超，那你为什么还是个瞎子？放屁！我庸医，你的方法根本治不了我爸的病。你给我滚！以后你不要再踏进我柳家大门。我现在还不能走。你不走留在这儿当笑话吗？啊！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，长腿医生，救命啊，救救救救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你怎么样了？人受天地之气，天地阳气，天地为险，散。是我救的，你还敢骗人？你个死瞎子！你是赵斌这孩子请的乔治医生救的你。对，明天就可以出院了，记得注意休息啊。嗯嗯，明明就是我救的，你还敢顶嘴？你个乌鸦嘴！要不是你，手艺会这么危险？你给我滚！以后再不要踏进我柳家半步。没用的东西，鸡还知道下蛋的。你呢？你要是中用，我儿子会这样吗？婆婆，那也不能因为我生不出孩子，他就背着我吃那个吧。你还敢顶嘴？等等，听声音，这位女士中气十足，并非不育之人。
这么长时间没孩子，可能是她丈夫出了问题。你，哟，这是哪儿来的混账瞎子呀？找个快活是吧？竟敢说我儿子不孕不育，我踹死你！我。这个方子能续他的命。哦，还好跑得快，要不然还得给我搬紧急啥的，太麻烦了。许明，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谢谢你啊。先跟我回家吧，明天咱们一起在柳家开家族会。等等，我上次定的规矩。老婆，我没事，你先回去开会吧。那我去了。国都韩家要来江北扎根，思妍啊，你是怎么考虑的？主动合作，毕竟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好。燕儿的思想是越来越成熟了。燕儿啊，你有信心吗？为了刘家，我有。韩家的小儿子韩飞月也会过来，凭咱们家思妍的容颜，哪个男人会不动心呢？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。堂姐，你跟了韩少爷总比跟一个瞎子在一起要好得多吧，对吧？奶奶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堂姐的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谁拿下韩家，谁就掌管公司。老婆，别怕，有我在呢。刘思燕，你要分得清楚，是咱们柳家重要，还是那个瞎子重要？你要不知道该怎么选择，那就让我来做这个家主吧。女人呀，终究是女人，成不了什么大事。许明，你信我吗？老婆，除了你，我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不信。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给你那么大压力，让你跟我一起承担的。老婆，我要告诉你个真相，我许明，我能看见了。喂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一个瞎子，我买什么都不需要了。是许神医吗？你是那个医生？您的方子确实缓解了老爷子的病情，但是老爷子现在医院已经束手无策了，麻烦许神医速来医院。好，老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还得去趟医院。行，你去吧。嗯。许明，你是真瞎还是假瞎呀？啊？麻烦你快点，我赶时间。实话告诉你吧，
有人要花钱买你的命。明年的今天，我会多给你烧点纸钱的。你说的那个人是赵斌吧？哎呦，眼瞎心不瞎，准备受死吧！想活命，就乖乖把嘴闭上。爸，都是孩儿无能啊！韩家气势寻遍天下名医，也要救你性命。爸，韩家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这位就是韩老爷子吧？你是谁？您父亲的病，或许我可以试试。一个瞎子也在这口出狂言，滚出去！您父亲的病再不医治，活不过三天。你再敢说一个字，我让你永远说不了话。韩少，这就是上次留药的神医。神医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只要你能治好我父亲，韩家日后必将重谢。师父，为了帮我媳妇儿，我只能破灯进油库之人不救的规矩了。我也不是斤斤计较的人，救人要紧。人受天地之气而生，天之阳为气，地之阴为血，散。救人之恩，无以为报。今后任何问题，如果有需要我的地方，随时来电。我倒真有一事相求，我办成了这么一件大事，回到家老婆该怎么奖励我呢？会不会……听妈话，韩家这次主动邀请，肯定是因为你。明天去韩家，一定不许提许明。赶紧跟那个瞎子把婚离了。老子辛辛苦苦给你们柳家出力，你们却忘恩负义。吴真，你们柳家如我可以，但是如我老婆不行。你敢直呼我的名字，柳家怎么容得下你这个不分尊卑的人？既然听见了，赶紧把婚离了，别当我们家烟儿，更别当我们柳家。妈，别说了。为了不让我媳妇儿为难，我忍了。你看看这个没教养的白眼狼，燕儿，你赶紧把婚离了，这次可是个难得的机会呀。妈，你要再这样说，我现在可就搬走了。别耍小孩子脾气，燕儿，这次刘浩瀚如果当了家主，还有我们娘俩过的日子吗？这是难得的机会呀。我去可以，但是您不能再为难许明了。柳思音，你来得太早了，韩老爷子不在，韩家大少爷韩飞跃嘛，他已经结婚了，你没戏了。堂姐，你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，难道是为了柳家？你舍得那个瞎子吗？还有你许明，你人瞎耳朵不聋吧？你老婆都跑过来了，你还屁颠屁颠的跟过来？没想到大早上就听到两只看门狗在这儿乱叫。你说什么东西？我住手！年轻人，你脾气可不小啊，我们韩家
可不是你们随便撒野的地方。我这个杯子可是出自名将之手，你想砸就给砸了，说吧，怎么赔？说吧，怎么赔？韩老爷子，这不怪我们，要怪就怪这个瞎子呀。对对对，都怪他。嗯，请韩老爷子不要怪罪，我替柳家人给您赔不是了。柳姑娘年纪不大，倒有家族风范。行，跟我们进屋去说吧。请回吧，我们韩家不欢迎你们。这韩家果然气派。奶奶，跟韩家的合作谈妥了，韩老还亲自送给许明一张价值连城的画呢，你看。赝品，绝对是柳思妍找人买来的赝品，怎么可能这么快和韩家达成合作？而且，人家还送了咱们一幅价值连城的字画，笑话。真的吗，嫣儿？奶奶，这是韩老亲自送给许明的，大家如果不信，大可去找韩老验证。去韩家，我们柳家的脸都要被你丢光了。丢柳家人脸的可不是我吧？正好赵无极也在，他是玩古董的，找他鉴定一下，既不怕走漏风声，又可以鉴定一下画的真假。好，那就有请赵先生了。我的人来鉴定画的真伪，还不是我说的算，到时候看你怎么交代。慢着，燕儿，难道你刚才所说有虚？真如浩瀚说的如此？我想和缥缈打个赌，请您做个见证。赌注就是淑芳自愿放弃柳家家主。思燕，一会儿你可别哭鼻子呀。我的人还能输？既然如此，就这么定了。这野马图要是我的。哦，这幅画呀是野马图，价值连城啊。但是呢，据我所知呀，这幅画现在应该在博物馆里。这画是假的？岂有此理。这韩老所证之画不可能有假。你还狡辩？跳梁小丑。赵先生只是说画在博物馆里，何时说这话是假的了？下来，这是我们家，没你说话的份儿，滚出去！都给我安静！接着说。啊，既然是韩家所赠之物，赵某也不敢妄下言断。哎，不如我带回去啊，好好鉴定一下。那就有劳赵先生，此事事关重大，不得容半点差池。您放心，告辞啊。奶奶，现在话还不知道真假，韩家还得接触呀，不能失了礼数。奶奶，跟韩家合作的事还是我来吧。柳思妍，你别忘了你已经嫁人了，你老公还是个废物，你就算能力再强，你将来的孩子也不会姓刘。
你将来的孩子也不会姓刘。浩瀚和缥缈，你们俩去吧。好的，奶奶，请您放心。咱们柳家的未来，怎么可能交在一个外星人手上？更何况，他还是个废人，瞎子。他们要是也谈不成合作，你也别来找我。奶奶，跟韩家合作的事情，我们兄妹势在必得。奶奶，那之前的赌约，三天，我们柳家人说话，当然作数。你到底对韩家用了什么诡计？韩飞月指定让你去，难不成他真看上你了？思妍，不如你……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计较个人恩怨？你这是置柳家的未来于不顾啊！为了柳家，我可以去谈合作，但是柳浩瀚、柳缥缈必须道歉。柳思妍，你别欺人太甚呐！闭嘴！浩儿之前确实有过，但是你也得为柳家的将来考虑，毕竟你也是柳家的人。要我谈合作可以，但是你们必须承认许明是柳家人，并且把他的名字写入族谱，否则的话，就算你们把我赶出家门，我也是不会去的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从今天起，许明就是我柳家人，他的名字会划入家谱。许神医，我有个朋友得了怪病，还得有劳您。好，许神医，我父亲如何？没什么问题啊。别走，天地之下，天地要危险，一心也危险，散。刘小姐，快去把徐娘撵上。许神医，我父亲这是什么病啊？中邪。啊，这好端端的怎么会中邪呢？是香炉里的成分在作祟。香炉？这香炉是我继母侄子拿过来的。看来我们得走一趟了。刘倩，你们今天约我出来到底什么意思？这么多年了，我对你爸忠心不二，你们竟然敢冤枉我。刘先生的身体状况关乎到江北市大半经济，我受人之托，如果有人要威胁他的性命，我也不会袖手旁观的。你们不要再配合演戏了，说我害我老公，你们能拿出来证据吗？那我保管了。解释一下吧，这是什么？人受天地之气而生，天地要危险，一心有危险，散。刘先生，发病前你有没有感到什么蹊跷？蹊跷？王建设前两天倒是给我送了一块古玉。古玉？看来还得去趟王建设家。王建设居然不在家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不要多管闲事，否则你会死得很惨。说，是谁派你来的？他是王建设的贴身秘书。刘小姐，这个病情还不稳，你随时电话联系我。好的，徐神医。思燕，韩家事能办成，大家也就看到你的能力。我也才放心把家主之位交给你啊，
奶奶，这瞎子既然是柳思妍的丈夫，将来他就必定会坏事啊！奶奶，你可要三思呀！你也不希望你和爷爷打下来的江山就断送在他俩手里吧？柳飘飘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你当了家主又怎样？你能力再强又怎样？你老公是个瞎子，说不定你以后的孩子也是个瞎子。到时候柳家交给一个瞎子，别说韩家了，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。你以后一个瞎子，我看你才是那个有眼无珠的东西。你说什么？你够了，飘渺，是你办事不利，也怪不得别人。你们都退下，许明留下。嫣儿有望成为下一任柳家家主，我不希望她是有一个残废老公。这样吧，给你一笔钱，你把婚离了，也算柳家没有亏待你。扫我出门，恐怕你会后悔的。韩飞月给我发来一段语音，你要不要听听看？许明啊，你不要觉得你懂点医术就无法无天了。韩家找你办事也是看着柳家的面子。你们柳家可没那么大的面子，没有我当初私烟能行？没有我刘守义能在医院奇迹生还？你们柳家还欠我和思燕一场婚礼，三天后来庆祝我和思燕的结婚纪念日，否则的话柳家定会在江北再无立足之地。喂，话出了问题，我在去赵宝斋的路上了。好，我随后就到。只要我把华调包，既能完成刘所托，也能从中获利，这不两全其美吗？瞎子别动。好的。哟，你瞅瞅谁来了。徐明，你这个暴殄天物的臭瞎子，据我了解，你跟柳思妍还没有夫妻之实吧？你他妈真是个废物。少杰，你要敢动徐明一根汗毛，我绝不放过你。放心，我不会动他的，我要动的是你呀。徐明，睁大你的狗眼光好看的。哦，你是个瞎子，你看不到，那就好好听着吧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这只手，要老婆，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你。徐明，我要杀了你！姐啊，姐啊！嘘，你姐在休息。你个臭瞎子，我找我姐关你什么事儿？姐啊！说了，你姐在休息。疼！再胡闹，小心我揍死你！好你个臭瞎子，你敢欺负我是吧？你给我等着！大哥，我女神。胡小天，你是疯了？青女神，这家伙太厉害了。打不过他，你就让那瞎子许明吧，敢欺负我！亏你还是学跆拳道呢，中看不中用。子晴，长本事了呀，还敢找人打你姐夫，了不起啊！许明，我给你拼了！你功夫这么厉害，能做我大哥吗？胡小天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青女士，你们都是一家人，何必要和大哥过不去啊？许明，你个臭瞎子，你给我等着！哎，青女士，大哥，哟，瞎子回来了。你姐呢？我姐，去公司了。哎，不是你什么人呢？
你连声谢谢都不会说。哎，你谁呀？谁来公司的？他就是江北人尽皆知的倒茶门女婿瞎子许明。哦，原来你是刘董丈夫啊。哎呀，我该拔啊，我该拔。我现在可以进去了吗？哎，那个许爷啊，虽说你是刘董丈夫，但我们公司有规定，不是集团员工不能入内啊。你确定不让我进去？后果你可承担不起。哟，你还真把自己当成柳家姑爷了？你算什么东西啊？再不让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老婆，你怎么了？听声音感觉你不太开心啊。公司项目差2亿才能启动。没关系，老婆，有我在呢。许明，有个拍卖会，听说有不少好东西呢，你要不要来看一看？去开拓一下人脉也是挺好的。好，给我发个位置吧。一个医生怎么会去拍卖会呢？100万，成交。100万，200万，成交。300万，成交。300万，成交。你不是医生吗？怎么这么有钱？这可不是菜市场吗？我成家这点实力还是有的。成家？现在到了本场的压轴珍品银马图，出自名家赵子昂之手，价值非凡。我去，这不是韩老送给我的吗？赵无极。老婆，错来拍卖会，话有蹊跷。老婆，错来拍卖会，话有蹊跷。四，2亿3000万两次，2亿3000万。等等，果然英雄出少年，您的出价是？我不出价，这画是我的。这画是您的？哪儿来的丑瞎子？把赵无极叫来，我跟他当面对质。好的，许先生。我赵家经营赵宝斋几十年，一直秉着良心做买卖。可是徐明却公然污蔑我，哎，瞅瞅，这就是出自徐明之手，大家一定要替我做主呀！大家一定要替我做主呀！具体是什么情况？您说说。这幅画呀，是燕京一个前辈委托我买的。你撒谎！这幅画分明是我柳家当初让赵无极做鉴定时，他拿回去调换的。这事儿。我柳家人替作证。哎，柳家人替你作证，这未免太可笑了吧。哎，自己人替自己人作证。哎，大伙都听听啊，这算什么东西？我看你还是嫌胳膊伤得不重吧。你真以为你做事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吗？你放屁！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？你敢说鉴别之事，柳家家主之位和柳飘渺没有勾结？还有江北赵氏集团赵斌，要不要把他请来？你放屁！赵斌和你什么关系？我可不会放过你的。胡说！不，赵斌，你是把真相说出来，还是我亲自去找赵斌算账？行，我说，那这话是我调包的。这混蛋自己承认了，剩下的事情交给你们解决。
这画是我雕包的。这混蛋自己承认了，剩下的事情交给你们解决。赵先生，您看是您自己走出去呢，还是我请人送您出去呢？既然您是画主，这拍卖事已至此，还没继续。江女士，您刚刚的出价，之前这幅画我既然叫了价，自然也没有反悔的道理。不过对于这幅画的主人，听说是个赘婿，还是个瞎子，这画自然就不值这个价。你嘴巴放干净点。江女士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画我可以买，只是这价格我要打个对折。画我可以买，只是这价格我要打个对折。打对折？你好大的口气。画儿自然是好画，只是跟在廉价的人手里也变得一亿五千万一次，一亿六千万，一亿六千万一次，一亿七千万，一亿八千万，一亿八千万一次，一亿八千万两次，一亿八千万三次，成交！恭喜许先生画拍得一亿八千万，这下可有人变大款了。别闹啊，回去请你吃饭。老婆，刚刚那个人是江北医院的医生，今天还是多亏了他才发现赵无极的诡计呢。老婆，我对你肯定是矢志不渝的。那你也不敢。怎么，要出去啊？想必拍卖行一事你也知道的，不知道您这边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今天可就是我和思嫣的结婚纪念日。许明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，老婆子现在我还是这个家当家做主的人。既然还是家主，那和柳思嫣的赌注就不能儿戏，谁才能撑起柳家的未来，想必你也该很清楚。现在还是早晨，有的是时间，今天我就要看到我想见的东西。看什么看啊？没看过啊？好看当然要多看了。哎，老婆，你有没有特别后悔的事情，或者特别遗憾的事情？我有。我最后悔的呀，没能给你一场最好的婚礼。好啦，我都知道啦，别想那么多啦，下去吃饭吧。死瞎子，子晴，不能这样说你姐夫。许明他欺负我，你也不帮帮我。爸，我就说嘛，有些人就是祸宅精。柳家颠倒是非，恶语相向的人可不是我吧？许明，你、你刚进柳家就如此猖狂，以后你还不捅破柳家的天吗？您身为长辈，却没有长辈的涵养和分寸。你应该庆幸，今天餐桌上的餐具不是刀叉。
给小贝，竟然给长辈动手，还嘴里叫嚷就是你，狼心狗肺的东西！如果没有柳家，早不知道你饿死在哪条大马路上了。爸，您的命可是许明救回来的，您现在这个态度是对待救命恩人的态度吗？不是乔治先生救的我吗？哼，那个乔治差点害死你。你们说实话，是不是许明救的我？你是老糊涂了，一个瞎子怎么救人？假人不信。一个瞎子怎么救人？假人不信。今天起，许明就是柳家的人。柳家还算有个明理的人，哼。你好，我上次预定的衣服做得怎么样了？好的，稍等，我帮您查一下。你就是那个柳家？麻烦帮我包起来。好的，稍等。抱歉，江小姐，这件衣服已经被人预定了。预定又怎么了？带回去见见那个预定的人，我出双倍。原来是你呀、啊！这件衣服我出双倍的价格。怎么，上次的话你非要跟我打个对折，这次换了件衣服就要给我双倍的价格？不好意思，小姐，这位先生已经提前预定了。你开个价吧，老娘看上这件衣服了。不要耽误我时间，我还有事。好的，请稍等。瞎子，你诚心跟我过不去是吧？是你和我过不去吧？这件衣服已经被别的女人碰过，就不配穿在我老婆的身上。我们再去挑一件。好的，这边请。许明，你给我等着。是你们两个找我。小神医，你可算来了。程医生刚出去。许神医，您先坐，您先坐。坐坐坐。徐一，我这两天感觉还不错，没有昏厥、癫狂，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，那我的病是不是就好了呢？刘老，不知道王老板找到了没有？我之前说过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您的病啊，还是得找到王老板，否则的话，恐怕时日无多。啊？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啊！我的病是不是都快好了吗？干嘛还要找老王啊？老王他不是那种人。刘老，您先别激动，今天是我和我老婆的结婚纪念日，你还有什么事的话随时电话联系我就行。刘女士，麻烦你跟程医生说一声，让他记得来参加我的宴会。还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告辞了。老婆啊，怎么还没下班啊？你来了。呀，我的小兔子，你眼睛怎么红了？受人欺负了？前面有呢。哎，别用手，应该这样。奶奶，凭什么我们来给他们过这个结婚纪念日？不过就是个瞎子嘛。奶奶，这柳思了还是我们家人吗？他让你的许明亲到我们头上。行了，我年龄大了，顾不了那么多，只能顾你们周全。今天是个特殊日子，我给你准备了个惊喜。谢谢。谢什么呀，你是我老婆吗？你快上去美美的换衣服吧，我在下面招待客人。嗯。来者是客，请自重。许明，我们柳家人可不能这样待客。帝华，赵先生不小心跌倒了。各位，我与赵斌赵先生确实有一些恩怨。赵宝阁的赵无极与柳家的恩怨你们都知道，他哥哥赵斌在柳家门前试图动手，
这不是欺负我们柳家没人吗？哼，真是笑话！莫非天下姓赵的都是我的兄弟姐妹吗？我前几天去参加一场拍卖会，贵社二公子赵无极偷偷调换我的画，并放肆拿去拍卖，这我才知道赵无极是你弟弟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再是同类人。那个赵无极真是无耻之徒，柳家让他验画，他见钱眼开拿去拍卖，真是无耻至极。这位赵先生，请你离开柳家，今后的柳家也并不欢迎你。瞎说什么呀，赵斌会不会有什么误会？这个瞎子怎么能跟他比？妈，你是觉得我在冤枉赵斌？许明，今日之辱赵斌记下了，咱们走着瞧。这兄妹俩到底要搞什么幺蛾子？我得跟出去看看。我告诉你，人的手腕可是很脆弱，信不信我今晚就废了？你个废物，给我放手！说，今晚你们两个人准备干什么？别忘了这里是柳家，你们也是柳家的人。要不是因为你这个老鼠屎，我早就成为柳家的强贼了。是老鼠屎，不管你们今晚到底要干什么，我都不会这么算。我告诉你，这可是在柳家。柳家又怎么样？一群废物，你们的面子都是外面那个女人挣来的，没了柳家，你们什么也不是。明哥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明哥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！这是怎么了？人家一个小姑娘，你怎么把她推地上了？许明，你负心汉！当时的山盟海誓你都忘了吗？是你说要娶我，结果现在你娶了一个城里媳妇儿，你就不要我了吗？这位姑娘，麻烦你说话放尊重点。你说许明是你的旧情人，可有什么证据？许明来我柳家三年了。自幼在山中随师傅生活，日子清苦粗糙，怎么可能养得出来你这么娇滴滴的南方姑娘？怎么养不出来？我不就从那里出来的吗？野鸡是变不了凤凰的，识相点就赶紧滚。她已经怀了许明的孩子了，是她刚刚告诉我的。演得真好，奥斯卡不应该送给你的小姐，太适合在娱乐圈发展了。不过想要在娱乐圈发展，得先做个孩子。不过我也是第一次，下手没个轻重的，你可忍着点哈。我不干了，我不干了。下手没个轻重的，你可忍着点哈。我不干了，我不干了。对付这种人，讲道理就是浪费口舌，得让他知难而退。今天晚上我们夫妻俩呀，真应该跟你说声谢谢。都是朋友嘛，举手之劳。没想到这丫头还挺仗义。老婆，今天好辛苦，我好累啊。累你就回去睡觉啊。本来说今天想给你个惊喜的。老婆，我一直都想给你一个完美的婚礼，不想像三年前那样。都说钻石可以代表永恒，这也代表我的心。老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等到哪天我真的能和你肩并肩的时候，我再给你戴上它。你先去休息吧，我去洗漱。今天就奖励你在床上睡，
是吧？生气了？现在是暗示我卷铺盖滚蛋？愣着干嘛呢？你的床铺被我收了，不是累了吗？还要来睡觉？幸福来得这么突然吗？是，谨遵老婆大人命令。讨厌。许神医，您快看看我父亲吧，他又犯病了。您父亲的病应该不会发作这么快啊。许神医，您快上楼看看吧。好。这个熏香啊，许神医，这熏香平时在我父亲情绪起伏大的时候用，效果显著，但是今天却一点效果也没有。这个熏香没什么问题，你父亲有没有接触过其他可疑的东西？没有，平时都是我在照顾父亲，除了卧室他哪也没有去，但是我没有卧室钥匙啊。没有钥匙也没什么大不了，走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裂开了。别动，谁叫我杀死谁？杀我杀我杀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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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周队长刘总，许神医，我爸怎么样？别担心，刘老只气血两虚，养两天就好了。至于这邪玉，只能等刘老醒来，咱们亲自走一趟了。你们干什么呢？快把我放开！说吧，这邪玉从何而来？这古玉是从云南高价买回来的，佩戴之人会易爆易怒，会吸收宿主元气。为什么要害我父亲？这还好老婆不在，不然就是追妻火葬场了。刘小姐，事情都水落石出了，你看是不是先把手放开？杀他！只能这样了，老婆原谅我。药王回春术的一种，用嘴将病人肺腑的浊气吸出，使其镇定。刘大小姐，我刚刚都是为了救你啊。这可要了老命啊。许明，你醒了。许明，你没事吧？许明，还有没有哪不舒服啊？许明，你还好吧？你渴不渴？我给你倒杯水喝。不，我去给你拿水果吃。停！这两位在一块儿，也不知道是福是祸，还是让他们回去吧。我没事了，你们走吧。我想再休息一会儿。你奶奶好好休息啊。找到线索，找到了，查了监控，是赵无极下的手。少爷，你什么意思？少爷，你今天敢杀了我，我二十不会放过你的。天堂有路不走，找死。没事。师傅说的果然没错，回春术确实有副作用，这要是找不到那件绝世宝贝，
反噬会让我痛不欲生啊。许明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该做的都做了，不该做的也都做了。你给人追。好了，不逗你了，就是给你换个衣服。傻瓜，送给你吃你都不吃，真是气死我了。你个混蛋，给我滚出去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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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滚，我滚，你别生气啊。自己的老婆换个衣服却这么大反应，像你滚，你还真滚呀、啊！柳思烟，你等着，早晚收拾你。知道我是你的妻子，还什么都不做，气死我了！奶奶，我们柳家的项目凭什么又是他们俩去啊？程家指定让嫣儿和他一起去的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又是指定，难不成柳家就剩他们俩了？让这个废物去，还不如让我去呢。他们傻子怎么看合同嘛？你们要进得去程家的门，你可以去。你看他，行了，住嘴，你们去吧。爸，这就是许明。你好，程老，很高兴与你们合作。接下来我们说一下我们的合作方式。目前柳家的产业呢，有影视、旅游、房产、还有一些其他这小伙子不错，具体细节呢我都写在合同书里了，您看还有什么需要添加的？这合同书是你们自己写的吗？是我和思烟亲手写的，准备的还挺齐全啊。不错，这样吧，后面相关事宜我让素素给你们接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和思烟就先告辞了。祝我们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，慢走啊。爸，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男朋友。让你找啊，又不是不让你找。这小子日后掌握了柳家，定可大有作为。鬼神术的反噬越来越严重了，师傅游游四海又找不到他，看来只能我自己想办法了。不好了，公司账户被人动了手脚，现在公司出现了很严重的资金缺口。可能是赵家搞鬼。早知道就不给你来这种鬼地方了，脚都磨破了。我帮你看看吧。你又看不见。万一我是装瞎呢？他不会真能看到吧？流氓，小心我告诉我姐。那你可真是小白眼狼了。
为了赶时间啊。你不是死了吗？怎么会？没想到濒死之际竟然领会到回春术的奥妙。给我去死。傻丫头，没事了。姐夫，姐夫，姐夫，你醒醒啊，姐夫。没想到伤口愈合这么快，不愧是神功啊。哎，一会儿得告诉子晴，千万不能把我的情况说出去。让我进去看看他。看那个废物干嘛？如果不是因为他，你会遇到那么大的危险吗？姐夫为了救我差点连命都没了，我总不能做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吧。哎，刘子晴竟然认我这个姐夫了。姐夫，傻丫头，哭什么呀？我没事啊。嗯。再说了，你是我小姨子，那也是我的家人呢。不把你带回来，我怎么给你姐交代？哎，这事千万不能让你姐知道。嗯，姐夫。突然这么乖，还有点不适应。好了，你也受惊了，赶快回去休息吧。文件是你带出去的吧？啊！文件是你带出去的吧？啊！哥哥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呀！他要叫我带出去，我就带出去，你快放了我吧！汉林，你把我说的话重复给他听。得了，柳丹小姐，别再装了。赵家见计划失败，已经把你卖了。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把钱转走做假账的？我们什么时候说这事儿了啊？完了完了，柳家恐怕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了。柳大小姐，假如你把假账和款项全部拿出来，我保证完备归柳，你还进得了柳家。如果你不配合，就不知道我这双手懂不懂得怜香惜玉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许明定会让每一个伤害这个家的人后悔。你看人赵公子啊，对你多上心啊。空运来的77年红酒，上百万一瓶呢。不好意思，我不会喝酒。这酒喝不到位啊，合同没发钱呀、啊。姐，你不是在家自己也喝一点吗？签？怎么没法签啊，赵公子？这酒肯定有问题。来来来，赵公子，喂，谁啊？姓赵的，搞大了我肚子就想跑，一分钱都没给过我，我要杀了你个渣男！一分钱都没给过我，我要杀了你个渣男！你怀疑跟我有啥关系啊？不知道谁的野种呢？神经病！
赵先生，您这可真坦荡啊，看来这合同也没必要签了，您还是把自己的私事处理好再说吧。死爷，你听我说，我可以解释的这件事情。死爷，违约金加到30%。姐，那可是30%啊。行，不过我们柳赵两家日后实现生意上的往来。好！哎呀，赵公子，来，能碰一杯啊，赵公子。话题我想好，来。真是好酒啊，姐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柳思燕，你给我等着，我早晚会让你们柳家破产，求你跪下来求我的那一天。哎，老公，咱明天加游戏吧。好啊，老婆，那就让子晴一起玩。行啊。许明，你这个废物，跟着思音去郊游，你除了添乱还会干什么？这个许明真是祖坟上冒青烟，修了八辈子德才认识我姐，还让我姐照顾他，他算个什么东西啊？真是蝙蝠身上插鸡毛，你算个什么鸟？我许明作为柳家人尽心尽力，没想到这么不受人待见。许明是我丈夫，你们看不惯大可以搬走。有这样的媳妇，忍辱那么多年也值了。先别打扰了，我们走。哎呀，要是我是姐姐就好了。不是我想啥呢？哎，这风景真不错。你们看见了？小姨子果然冰雪聪明啊，这都被你发现了。好你个许明，我早就怀疑你了。果然。看来暂时不用担心被反噬的问题了。哎，这俩人跑哪儿去了？你们两个在这儿干嘛呢？给你加餐呀。你们不会是想空手抓大鱼吧？嗯。真是被你们天真打败了。哎，司机呢？刚刚就没见他。在停车场呢。行，那我去看看他。子晴，你告诉姐姐，是不是对许明有意思？姐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发现自从许明救过你之后，你对他的态度就变了。还是被你发现了。子晴，你的想法呀姐姐懂，但许明他毕竟是你的姐夫，他是好人，但他不是你的良人，明白吗？我混账，4亿30%的违约金，你知道是多少吗？我当时只是着急让柳思燕签了这份合同，谁知道下次再自作主张，我剁了你的手。钱是要给的，只是柳家内部松散，
娘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我们这次可以从许明下手，让他们内讧。滚出去！思言啊，我有事儿找你。好了，你们在这儿聊，我不碍你事，我走。什么事啊，奶奶？思言啊，赵家想要反悔，只是这四个亿，奶奶真不舍得就这么还回去。奶奶，赵家那是自作孽不可活，他们肯定是知道了墓地被保护的事儿，再怎么争取也是无果，咱们还可以拿违约金呢。此事这才没过多少天，可就反悔，真是。这是赵家让你和子清两个人去，我怕。我去。这是赵家让你和子清两个人去。许明是要反的呀，这二叔，真像您说的那样，许明跟那个丫头片子真的过来了。今天就是弄垮你们柳家的第一步。徐老弟，这是合同，你过目一下吧。不好意思，你看不见。那就有了柳小姐了。这数目不对，四个亿的30%怎么才8000万？赵老板是不是不识数啊？这1.2亿怎么就变成8000万了？徐老弟啊，我们赵家和柳家没有必要因为这点小事好好成仇吧？这8000万呀，就当是赵家给你们赔不是了。这要是换做别家呀，我们赵家可不会这么仁至义尽啊。那行，既然赵家这么有诚意，那就这么决定。这数目不对，许明，我们咱们见好就收。既然事情已谈妥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哎，慢着，徐老弟，这来都来了嘛，也让我尽一尽这地主之谊啊。走了，要不让我留下，让我小姨子先走。不要，要走一起走。今天谁都别想走。行，快醒醒！小姨子看来没事，只是晕了。姐夫，我们这是……很明显，我们中了赵家的圈套。那怎么办？我不想在这儿，我想出去。别担心，有我在呢。还有我呢。呀，醒了呀！那就赶紧行动起来吧。你到底要干嘛？没什么，就是想促进你们俩的感情罢了。
如果你们俩乖乖的配合我拍两张写真，我就立马放你们走。如果不配合呢？这个密室的空气可撑不了多久。你想利用我和子晴的照片来威胁柳家？你个死瞎子，眼瞎心不瞎吗？没错，所以说就赶紧行动起来吧。如果许明不是我姐夫，其实和许明发生点什么也没什么。如果许明不是我姐夫，其实和许明发生点什么也没什么。子晴，别担心，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。希望我身上的 GPS 能发挥作用。姐夫，快不行了，姐夫。子晴，子晴，姐夫，子晴，我们真的要死在这儿了吗？难道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吗？不好了，有人来了！你能不能活下去，就看你的造化了。哼！师弟，师弟，你醒一醒，师弟，我现在送你上医院。你这个废物还不赶快滚出柳家，你知道人家赵公子比你好多少倍吗？这些白耳朵，要不是有我老婆，我才不管你们死活。这件事是我有愧于思言，但这都是赵家的阴谋。我想问一下思言的态度，要是他不原谅我，我立刻离开柳家。思言，这都是赵家的阴谋，我也是为了救子晴，迫不得已才这样的。救子晴？原来你是为了我才铤而走险的，没想到赵家这么穷凶极恶，还好你们平安归来了。老公，对不起，是我错怪你了。你和子晴没事就好。思言，你说这件事怎么解决吧？因为许明毕竟柳家声誉受损，得让他净身出户。我打算开个发布会，为许明澄清一下。你说什么？奶奶，柳家账目受损，城北墓地之事都是赵家的阴谋。幸亏许明早就发现了，柳家才能免受损失。这次事件，许明是为了我铤而走险，我是不会跟他离婚的。如果现在离婚，赵家的阴谋可就得逞了。视频之事并没有看清女主，就说明许明是被恶意偷拍的。都已经发生这样的事了，你怎么还为这个废物辩解呢？住口！你口中的废物可不止一次救了柳家。明天就开发布会。你肯定是想着，与其在沉默中死亡，不如在沉默中爆发。既然你这么喜欢，那就好好让你享受享受当工具人的机会吧。
代价参加我今天的发布会。我今天主要澄清的是我丈夫许明和我被恶意偷拍所发生的事情。此次事件严重侵害了我夫妻的肖像权，为此我将保留一切法律追究的权利。赵家，今日之辱必要加倍偿还。得收拾收拾赵家了。你让我找的东西找到了。薛老弟，你我有缘，我也愿意交你这个朋友。这个呀，就算报答你对我的救命之恩了。这是璞玉修炼功法的神器，天不忘我。刘老，实不相瞒，我确实很需要它。只不过这千年璞玉，您是从何而得？这块玉啊，是在无名山出土的。这不是之前我和子晴去的地方吗？突破了功法，还得到此玉，那地方还真是和我有缘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收下了，谢谢刘老美意。不客气，既然你需要的话呀，但说无妨。其实我也有一物相赠，您大病初愈，这副药方能助你快速恢复。哦。喂，看见没？这可是迷失雷的私人物品，只有我能搞到。便宜点，1000块钱卖给你了。可是胡哥，我没有那么多钱。胡哥，迷失雷笔记里的混混。你墨迹什么呀？混蛋，罪行不少啊。这把牢底坐穿的。是谁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？别躲了，跟了我这么久，你想干嘛呀？我路过。你是迷失雷请来的吗？手机不错呀。交出来吧，要不然在你身上开几个口子。就你小瘪三，为了打草惊蛇，让你再蹦两天。大哥，今天栽到你手里，我认栽。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吧。还好我有两部手机。这小妞怎么还没回来？出了家看看。你谁？又是你？密室里在哪儿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你的梦魇。刚刚那一拳是为了密室雷打，这一拳是为了那些所有被你伤害过的女孩打。那可是我的小情人哦。家里来的女孩怎么回事？那可是我的小情人哦。许明，你给我老实交代啊，否则就等着跪榴莲吧。老婆，他在外受欺负了，你听我回去给你解释。
行了，我知道了。你是哥哥的老婆吧？你不要误会我们。从此以后啊，你就是我妹妹了，你就安心在这住下，刚好她也能保护你。谢谢嫂子。跟我这么客气干什么？我说许明最近怎么对我是爱搭不理，原来是金屋藏娇啊。说吧，你们俩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？没有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他俩这尴尬的笑容，看来是场遭遇战呢。婷，跟我过来一下。老婆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也得付出点代价吧。今天晚上我过来睡。啊？哎，有意思，说不定里面有好宝贝。是阳房地产吗？我预约看房。多吃点。师傅留给我的宝贝还在刘家，不会被那几个败家子给弄坏吧？怎么了？我好长时间没回柳家了，要不我回去看看。你这样回去啊？老婆，你下次做饭的时候记得把头发扎上。哎呀，给你做饭你还贫嘴，不给你吃。你笑什么呀？妹子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学习上的问题啊，你得问你姐姐。你姐姐可是学霸呢。我把嘴闭上。喂，许明，师傅有大麻烦了。什么？师傅有麻烦了？乔静德找师傅要药方，咱们怎么办？你见机行事，保护好师傅。好，我会保护好师傅的。好，你放心。糟了，忘带拐杖了。许明，你还有脸回来？你怎么不死外边了？许明，你还回来做什么？你还嫌给思妍惹的麻烦不够多呀？你要是识相的话，还是和思妍离婚吧。就是，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。你们颠倒是非的能力可是一点都没减啊。我不想找不愉快，是你们逼我，离不离婚也是我们自己说的算。好啊，你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，浩瀚，现在都让他扫地出门。给我上！不自量力。这个是你们发布的吧？这个的确是我们发布的，不过呀，这房子实在是太棘手了。这是详细资料。据我所知，这房子已经转手五次了，无论我们怎么去鬼画符，结果都无济于事。这个您还想要看看吗？当然，我是个学医的，一般东西我还真不怕。那祝我们合作愉快，我们现在就去看房。看你也挺喜欢音乐的，咋不换个好点车？嗨，哪有男人不爱车呀？可我这不还不得给我小姨子治疗心脏病吗？我是个医生，你小姨子的病我可以帮你看看。真的吗？那太感谢你了。小事儿。
这个呀、啊、就是那栋古宅了，这里的面积啊足够盖一个庄园了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拍卖的时候只卖了几十万，真让人奇怪。卧槽，怎么这么多杂草，上个月来也没见这么多。徐先生，我突然有点内急，你先看看，我去趟厕所。这个爱情看起来人高马大的，没想到这么胆小。算了，让他在车里等我，我倒要看看这房子有什么古怪。这房子要想住人，装修上得费不少功夫吧。谁？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妖魔鬼怪。这块玉真不错，比师傅给我的那块好多了，再输入这一丝灵力就能照亮整个房间。我去，撞邪了，我开车跑这来睡觉来了。我腰酸背痛，梦境难以忍受，到底跟我说了什么？是啊，这好像是个很重要的人送我的。哥哥呢？哥哥怎么还不回来？我要去个古宅。如果很长时间没有回来的话，你把这个交给思阳。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树晨，这里是我老公给我求婚时的房子。那你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里？因为这里是我和老公的家，我不想任何人住进来。你老公已经回不来了，我刚刚在幻境里看到他已经死了。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曾经有个大少爷爱上了一个穷女学生，他们两个人去约会，女学生发现自己怀了孕，想要私奔，可惜被抓住了。女学生发现自己怀了孕，想要私奔，可惜被抓住了。大少爷被一顿毒打，女学生被丢进了房间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我侥幸保住了孩子，可大少爷却以为我已经死了。我也想去找大少爷，随他一走了之，可我却舍不得我肚子里的孩子。那之后，你把孩子送回少爷家了吗？我拜托邻居送了过去，想要了结自己的性命去找大少爷，可他们居然不认我的儿，让我儿流浪在外。这样吧，我帮你找你的孩子，
你也别固步自封，想着报复。说不定不把他送回去，对他也是件好事呢。真的吗？你真的愿意帮我找到婉儿？我去，我怎么办？姐姐啊，哎，姐姐，谁呀？有预约吗？没有预约，给我滚出去！我看谁敢动她。她是我妹妹。怎么？她不能进来？我不知道她是你妹妹。公司的规章制度，我什么时候让你这么没素质啊？滚出去！来，妹妹，坐。突然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许哥要我把这个给你。怎么感觉这么熟悉？为什么突然这么难过？哥哥，许明，对，许明他一定是出事了。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你一定在这里了。许明，思妍，思妍，许明，许明，许明，思妍，思妍，许明，许明，原来是老婆救了我，如果不是她，我的灵魂会一直困在那个奇异的空间。你这家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该怎么解释呢？都怪这房间太旧了，屋里的霉菌让我们产生了幻觉，还好起风了，把霉菌吹散，要不然我们会有大麻烦的。你这家伙，你不想说我就不会追问你，撒谎骗我。走吧，回家。爱情，你小姨子在家吗？我想看看她的情况。她不在家，她在蓝山福利院。蓝山福利院？是啊，布鲁医药费太贵了，我们租不起房子，只好去福利院。那真是太巧了，我正好也要去蓝山福利院看看孩子，咱们一起啊。好啊，先看看爱情小姨子的情况，再看看有没有那孩子的记录。徐先生，院长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，这个孩子我已经帮您留意了。姐夫。嘿，露露。姐夫，你们怎么才来？饭菜都要凉了。看样子精神面貌还不错嘛，就是瘦小了些。哎，露露，你看这个人你认识吗？这张照片，这张照片怎么这么像小辉啊？小辉？小辉是谁啊？他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小辉，我觉得我的身体快不行了，我有些话想对你说。露露，肯定有办法能治好你的。可能这就是我的命吧。小辉，我喜欢你。我怕明天跟着许明叔叔出去治病，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不过小辉，你要答应我，就算没有我，你也要好好的活着。不行，露露，没有你我怎么办呀？小辉，不要任性，我的话你也不听了吗？什么死不死的呀？我许明要救的人一样都管不了。我说的，这俩小孩也太腻歪了，受不了，受不了。你就是许明叔吧？好中二啊！哎，露露，你看，
这是你最喜欢的玩偶，本来想你生日那天给你的，但我舍不得让你等。你跟我出来一下。嘿，这小子真没底。你真的能治好陆牧吗？你什么你啊？叫叔叔。放心吧，我肯定能治好他的。你是不是来过福利院呀？怎么敢跟你好眼熟？没有啊，第一次来。好像在梦里见过你。梦里？什么时候？就前天。你看，照片上的孩子你认识吗？这就是我，你从哪拿的？是你？你是说照片上的孩子是你啊？对，这就是我，我还有一张一模一样的。我去，这也太巧了吧！徐明叔叔，你见过我爸爸妈妈吗？他们去了天上了。不过他们都十分爱你，不然的话也不会让我一直找你啊。没事，我早就想过了，没关系。就想过了，没关系的。对不起啊，我向你保证，我肯定能治好小鹿的，让他离开你。鹿鹿是我唯一的亲人了，没有他我也不想活了。傻孩子，说什么呢你？你妈可说过，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看着你长大，你就这么报答你妈的。徐明叔叔，你见过我妈妈吗？见过。她很漂亮。好了，那就和小鹿告别吧。好。鹿鹿，我找到我的家人了。虽然他们都已经过世了，但是他们还是很爱我的。鹿鹿，鹿鹿，鹿鹿。露露，你醒醒啊！露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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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露露她没有脉搏了。别担心，她有救。去打盆热水，再拿条毛巾。一点危险，一点危险，走！露露，终于醒了，吓死我了！谢谢你，许明叔叔。傻孩子，你要多注意休息，你的情况很严重，要多休息，少多想。小辉，你也该睡了，跟我走吧。露露，你早点休息，明天早上再来看你。晚安，露露。露露，露露。露露，接下来可能会有些痛苦，你不要怪叔叔。来，你先在这儿打坐。接下来回想一下不愉快的事情。一小心行。
没想到吴文身体里有那么多痛苦的回忆，他究竟是怎么挺过来的？看来这些就是导致露露痛苦的病因了。阴阳六合，心火之盛，开元换气，精气调明，道出二为神，神化二为气，道之为神用，行于命运，大于虚空，阴运之力，继而开天，光明道开，光明道开。露露，你不要那么痛苦，不要给自己加那么多压力，这些都是你父母的错，不是你的错。怎么样，你现在知道我有多痛苦了吧？是。这世界让我这么痛苦，我不想再继续了，你快让我解脱吧。哼，你这妖孽一直寄生在露露体内，把她关于幸福的记忆全部给遮盖了，你才是导致露露痛苦的罪魁祸首。看来我猜的没错，你利用露露的特殊能力寄生在她身上，掠夺她关于幸福的一切记忆。不错，我就是要一路痛苦的去死。她根本就不是我的女儿，是她爹从外面带回来的孽种。就是因为她，一若再也不亲近我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明明就是你对待露露刻薄，露露才不亲近你。至于你的婚姻问题，那就更不关露露的事了。今天就是你魂归地狱之日。今天就是你魂归地狱之日。阴阳六合，听我之声，光明道开。看来我得把露露痛苦的记忆全部删除，再把幸福的记忆放出来，这样她的心结就自然而然解开了。露露已经救好了，谢谢徐先生，以后有事小弟绝对随叫随到。快起来。他这孩子一个人从福利院跑出来，就是为了确定露露的安全。以后啊，多关心关心露露，还有小慧，让他们两个孩子多相处相处，对他们也好。我去看一下露露去。学长，我来晚了。没事的，思嫣，你知道的，我愿意等你。思嫣，有件事我得告诉你。什么事啊？我要出国了，咱们一块去吧。嗯。如果再见学长一次，把以前没说的话说一遍，这段无疾而终的初恋也就无憾了吧。老婆，你打扮那么好看去干嘛？晚上我要参加一个重要的宴会，你就不用等我回来吃饭了。算了，我出去逛逛。
哥，怎么回事？我们搬家吧。啊？最近出轨了？怎么可能？我现在也不是很确定，但是我们必须搬走了。以后你就跟着我住。哎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要麻烦你，就是做我名义上的女朋友，我想试探一下子妍。不是名义上的也行。那你明天陪我去公园演奏，以男朋友的身份。演奏？要不还是算了吧。哦，演奏啊，我还以为多大事呢。四爷呀，你昨天喝那么多，是不是又跟那个废物闹什么不愉快了？四爷呀，你昨天喝那么多，是不是又跟那个废物闹什么不愉快了？来，喝点醒醒酒。我昨天好像听到许明的声音了。我知道了。什么？完了完了，我得找许明。哎哎哎！哎呀，这年轻人的事情是越来越整不明白了。会不会呀、啊？不会，赶紧滚，快点儿，别耽误时间，快点儿。这首曲子我要送给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，是他给了我新生。终于走出来了。他终于走出来了。对不起。我演奏的怎么样？不错，我觉得。你怎么了？我们不是情侣吗？那就演得像一点。哥哥，你喜欢诗？
子言，我疲惫了，我们分开吧。我不想再靠任何一家的势力，我要靠我自己。子言，我疲惫了，我们分开吧。我不想再靠任何一家的势力，我要靠我自己。怎么了，石磊，这么着急啊？哥哥，你先听我说。昨天老师找我了，让我去做伯克利大学的交换生。我们可能不会再见面了，但是你是知道我的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愿意陪在你身边。石磊，你知道我是喜欢你的，只不过我一直把你当做妹妹。你也知道我和你姐姐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已经有自己的选择了。我都能给你，包括我的女儿。你看我女儿怎么样啊？爸，你说什么呢？刘倩小姐沉鱼落雁，我实在配不上。咱们还是先谈谈工作吧。好，爸。你来了。嗯，对不起啊，我来晚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真希望我们不要进去。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会相信你的。不过这婚必须得离。不，为什么呀？难道我们真的就回不去了吗？这是为了给你一个明白，子言。
终于不是柳家的赘婿了。柳家、赵家，你们给我等着！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你们给我的伤害，我定会让你加倍偿还。